公主，你也该嫁人了吧？我希望我以后的丈夫头脑要很好。嗯，好。只要能答对我出的题目，就能娶公主为妻。我来试试。跟我来吧。请帮助企鹅挑战者回答正确的三角形名称，点击旁边的按钮回答，答对加分，答错扣分，只要分数大于15就能过关，但小于0就输了哦。这样就把公主嫁出去，我不甘心，一定要再出题考考她。请帮助企鹅挑战者回答正确的分数答案，答对了向前，答错了向后，只要到咖啡色桥的底端就能获胜。哇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，我一定要把公主嫁给你。